我们现在来到南部这边，然后来接我们的司机，看起来非常精明的样子，车子也不错。哇，好期待哦！这是第一次来马达加斯加的南部，跟向导讨论行程的时候，他说这边非常的厉害，但是因为没有来过，我根本就不知道有多厉害。探访一个新的地点，总会让人又兴奋又害怕。现在就是这样的心情吧，希望这一次能看到非常多有趣的生物。 也能更认识马达加斯加这块土地。是的，没错，你看到我们有在路边停下，因为我们发现山上有很厉害的植物。你看这个叶子，这种球兰哦，这是新叶球兰吧？超帅！这当然是很，Wiki，这是超美。 它下面还有这个须耶，这是攀藤呢。对啊。哇，这个另外一颗了，有没有看到？看看。它为什么不给我一张大床呢？但是整个非常干净跟舒服，然后这边应该是它这边种族的一个样貌，真的是蛮不错啊。厕所也很 OK， 这是我第一次来的地方。干杯！来，干杯了，干杯了，这是一个很棒的旅程，干了各位。 好喝，舒服。我们一早起床就享受这一种环尾狐獲在身边觅食的这种心情。那也可以看到树上面的环尾狐獲，它们正好在吃东西。然后刚才在我们的住的地方发现一只地毯变色龙，它现在的颜色已经完全把自己伪装在龙树里面。 我们现在看到一种狐猴，是 Sifaka， 啊，又叫跳舞狐猴，非常有趣。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树啊，树身上面长满了刺，你看超级可怕。但这个是小小的叶子，龙树科龙是龙凤的龙，这个树叶吼，其实是狐猴他们会吃的。跳舞狐猴。 它会在这种树上跳，那我现在最大的疑问是，我的天啊，这个根本就是狼牙棒，它怎么在上面跳？然后这边又是另外一种，这种哇，天啊！你看那个上面的叶子，天啊天啊，全都是刺，看看那个比例，那个是哦，我被刺到了，刺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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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中狐猴，扁扁，它吃很多果实，然后里面很多种子。这是一种夜行性的狐猴，所以我们刚用很轻的动作拍它在那边休息，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。这个果实是这个。Don't eat much。他意思是说，刚才我们看到那个狐猴的便便呐，就是这个果实，所以他说人可以吃，但不要吃多。好吃，很好吃。嗯，很好吃。嗯，它有粘性，有没有？那个籽有粘性。哦，嘴巴粘住了。English forest, Latin name of that tamarind we call tamarind.这一次很厉害，汉宇找到一只厉害的甲虫，哇！这一只如果没记错，它是多虫哦。你看它这样扁扁的，竟然是多虫啊！到底怎么回事？好嗨哦！非常开心，太棒了，哇！哇，太嗨了 ！Oh man, so good, yeah！ 哒噔，神奇，超级嗨！现在的情况是在护送我们的样子，还不错。来 ，See you。这边的树上要找到一只颜色非常美丽的地毯变色龙，来 ，look look。我来陪玩。这是非常厉害的吉林虫，
前胸背板很宽的。这是一棵超大的活孙树，看不到对不对？来，我开始前进。太大了，太大了。太大了。700 only。我的人体比例尺出现了，你看这一棵，我们从正面看，你看。这是另外一棵宝宝，但比较特别是它这边有个非常巨大的洞，而且里面还积水，可能会有一些动物进来利用。但是我刚才发觉一件事，我在摸这个树的树皮，其实摸起来感觉非常的特别，感觉很薄，却又充满生命的样貌，很好，真的很好，非常舒服。Yeah， 好大哦，哇，我天哪！这一棵是妈妈带孩子啊，这个整个大小真的非常有趣，而且这一棵更矮胖，这样大家看得清楚吧？超帅！噔噔，我们现在看到一整群的狐猴，象脚树跟那个龙树上。刚才我们当地的地铁呼比跟我说，我告诉你，有个东西喝了会很强壮，就拿了这一罐东西。哦，味道不错。有没有觉得我眼睛发亮？晚一点，如果我没有再继续录影的话，你就知道我出事了。来。现在是夜观时间啊，好，别搞了，各位。我看上面一只，等等，我们先拍猫头鹰啊。他找到大只的变色龙，晚上来睡觉的。Aulis species name Vilcosis. Vilcosis. Not Aulis, Vilcosis. OK， 好。Vilcosis feels fair. Vilcosis. 对的 ，like this。这都在睡觉，然后这一棵是漆树上面睡觉吧？变色龙，公的地毯，这个彩色这个，非常小型啊！天哪，它应该还小吧？非常小，大型的在这，看到了吧？它蛮可爱的，眼睛乌溜溜的。这好不好？这是又另外一只变色龙。非常年轻的公虫，他应该觉得怀疑人生，我们在睡觉睡得好好。马上要发现一只很小的变色龙，这是小的珠宝变色龙，非常可爱。珠宝。好，今晚看很多。三只鸟在睡觉，那我们就身上去看一下。噔噔，晚餐时间又到了，耶、yeah ！嗯。这是我们的前菜，哦，那个肉感觉不错哎。你有听到很脆的声音吗？没有，但每个都已经开吃的。今天没有拍早餐，因为我们吃的很快要离开了。但是，一离开，没想到他们来欢送我了。我们拜拜。拜拜 ，OK， 拜拜，好不好？说拜拜了，拜拜，富豪 ，See you。哇，你好厉害哦！干嘛？你们好奇干嘛了？拜拜。下次要再来这个地方，很棒。这个保护区实在太有趣了，每天都有成群的环尾狐猴来陪你，还有形状特别的狐孙树。更有趣的是，连在森林里走路都能遇到漂亮的甲虫，让人非常的开心。我们现在来到 Upknife 的市集，就像各位看到的画面一样，
连车子要开过去都很难。整个市集的人超级多，真的太让人兴奋了吧！要不是向导说时间有限，我真的很想下去逛逛街，跟着大家一起抢购一番。来到不同的地方，对他们好好奇哦，任何事物都变得非常新鲜。向导说，我们等等要去的地方是辐射龟的保护区。一听到以后，三个人的耳朵都竖直起来。哇，天哪，是辐射龟的保护区耶！我们来到原产地了耶！我们在路上看到辐射龟在路中央三个抓狂的跑步啊！哦耶！哇哇哇！好嗨哦！等一下，等一下。还要爬什么？你看，你看，好嗨哦！耶，拜拜！现在已经到达了这个马达加斯加这次南部我们最后一个行程的地点，叫做辐射龟的保护区，辐射龟的一个雕塑，我要给大家看一下。那其实我相信台湾非常多人养过辐射龟，可是真的应该没几个人来真的来到辐射龟的产地。超可爱的啦，小辐射，太棒了，野外都是，太可爱了，太可爱了啦。我们现在是买好票，然后要进到保护区里面，所以刚才各位看到我们是开进来的。现在因为它挡在路中央，所以我又出发了。各位可以看到，然后我们要赶快把它抱起来，放到旁边。好，他在那边，我在这边跑回车上。我们一路都在做这种事情啊！天哪 ，OK， 老婆们。好嗨哦！好，我包了 turtle， 抓不到。哇哦！太漂亮了，各位，好嗨哦！先让大家看看空拍的视角吧。我们现在这边就是辐射龟的一个保护区，然后在这边你可以看到非常多神奇的植物，全都被强烈的阳光晒得趴在地上，然后辐射龟就在中间窜来窜去。来到产地这种生物之旅是完全不同的心情，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它会在旁边出现。你看，在，我还可以摆个夜，怎么会那么棒？我没办法形容我的兴奋，各位，我们现在看到一只极黄的个体，辐射龟上面那个花纹会随着越来越大，它那个花纹会渐渐的消失，但是这一只绝美，绝美，你看，超漂亮，在这边。这个辐射纹 ，Oh man， 太美了，非常的辐射，很漂亮。好，不跟出去。谢谢你，全辐射纹，好开心哦，你超美的，好嗨哦，它就在那儿。这个叫做龙背，所以在自然界也会这样。对，对，一般人说这样是没有养好。对，其实自然界也是这样，在那么好的环境也是这样。对，加不尾了，对对，加不尾，这只母的，终于看到母的了，耶！母龟，帅，好，把它收到路边。
这个暂时要休息的地方要拍个照，因为后面是非常漂亮的海湾。我超好嗨哦！我超嗨，帅呀！Oh man！ 这边住的地方很厉害，我带大家去看一下。各位，无敌美景啦！帅不？厉害的，厉害的！没办法，更强大了啦！然后我们住的房子，你们想不到，看看，噔噔，超帅木屋！天哪，好嗨哦！超帅耶、yeah ！晚上吃完饭，在这边你可以听着海的声音，看着海，然后睡觉，然后早上一起床，无敌海景佛跳墙，好好好！哇！哇！鸡汤、煮鱼，还有满满的饭跟 beer， 耶！ Yeah， 可乐，耶、yeah ！好开心哦 ！Misota， 这是第一次在马达加斯加按摩，还是在马达加斯加南部的海边，感谢。然后一次按摩大概是20000左右的阿里阿里。这边是洗澡的地方，它这边洗澡的地方是一桶水，看到这桶水没有？然后刚才我们的伙伴已经很好帮我打好水，我先进去。有莲蓬头，然后结论是有跟没有一样。好，我们洗澡了。哇，这样很棒吧？哇。没办法，没办法，哎，咖啡也是这样。马拉奥纳，马拉奥纳，赞！我想这边的晨光唤醒了马达加斯加这块土地，所有人都这么早就已经开始准备到田里面去干活，那是一种蛮特别的心情，很棒。我们现在为了看一种很神奇的这，我天哪，我天哪，被啊天哪，好了，不管了，跟他拼了，被刺伤了，快卡针啊！因为现在有一棵树很像我们喜欢的这个象足漆树。还有这个虫麻，还有这个全部都是刺，在这边的多样性确实让我们觉得有点混杂，因为每一颗看起来都气质非常好。全部都是仙人掌，你要在这里面求生存。一定要找到对的路，不然吃到饱。不拍，看雨可以拍。太棒了，漂亮的沙滩，还有很棒的椰子。你相不相信什么叫缘分？我们走在路上，竟然我们好兄弟就看到一只兜虫，太夸张了啦！看看看看，这已经烤到快挂了，因为太热了。这只很大哎，怎么会那么嗨？一点血没长。哎呀，哦，有嗨哦，有中岭需要它。对，这边会有也不奇怪，为什么？因为这边很多椰子啊。对啊。疫情后的第一次马达加斯加出发，我们将行程安排得非常紧凑，因为多了两个新的地点，所以每天不是赶车就是在赶飞机，甚至连休息的时间都变得很少，
因为只要有特别珍贵有趣的生态，我们就会马上停下脚步，努力的记录跟拍摄。也因此16天在马达加斯加看了非常多的狐猴，漂亮的猢狲树大道，美丽的榕树森林，还有珍贵稀有的辐射龟。马达加斯加的东部、西部、南部距离如此遥远，生态像如此的不同，甚至连人文风情都各有特色。这趟的旅程让我对马达加斯加的认识又更深了一层。马达加斯加真是迷人的地方。人生的旅途就是走向未知，走向未知就是冒险的基础。那我想在马达加斯加有很多还等待着我们去发现，因为这一块陆地真的太大太大了，我们还希望来看更多的事物，所以别忘了订阅乐血阿姐的频道，订阅、按赞、分享给更多人，好，开启小铃铛，耶，拜。